喂，你好，你是不是六号楼志愿者？啊啊啊！你们六号楼一单元501的菜已经配好，一会儿你方便过来取一下。啊啊，行，好，等会马上过来啊。好好，再见啊。对，好，再见。嗯。我们疫情期间都在店里，店里每天都有新鲜的菜，然后居民通过微信群需要啥发到微信群里面，我们帮他打包好交给志愿者。我年轻嘛，就想为这次疫情出点力，大家送送菜呀，然后提供送送药，扫扫垃圾啥的。戴着这护目镜不透气，入户必须要穿这种二级装备，头套、护目镜，为了自己也为了居民嘛。穿着这些防护服也不透气，可能会很热，再加上这山上又是下坡很多，上坡也很多，人多，巷道也多，楼上楼下的跑着会很累，出的汗可能就比平常多。你不干我不干都没人干了，这疫情就过不去了感觉。满20岁，年轻嘛，力气多，流点汗没啥的。